现在要介绍如何校正光谱仪。首先必须准备好校正光源，如奶灯、氙灯等，以及各光源所对应的光谱图和一台光谱仪。这边将示范以拱灯来进行校正光谱仪。将光源架设于光谱仪的 entrance lead 之前，打开光源及光谱仪电源。打开光谱仪控制程式。设定程式相关参数。截取 background。利用光谱仪程式截取一张光谱，打开光谱积分程式，此时你会看到许多谱线，截取的光谱与拱灯的光谱图做比对，这里以波长 253.65nm 谱线做范例，将游标移至此谱线的最大值。打开光谱校正程式，截取此谱线的 pixel number， 并输入其波长。其他谱线则依此方式一一比对并记录，得到一系列 pixel number 与波长的对应关系后，确认 X 轴为波长，按下 calibrate 按钮之后，便可将 pixel number 转换成波长，光谱仪也校正完成。